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93页第四行，课题昼夜一念。请看经文，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昼夜念佛。经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天亲菩萨往生论列无念门啊，这是天亲菩萨修净土的功课。第一个呢，礼拜门；第二个赞叹门；第三个作愿门；第四个观察门；第五回向门。我们把这个无念呢都念下去。论云：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这个赞叹就是一向转念阿弥陀佛。又比观察呢有三种，何等三种？一者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二者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三者观察彼诸菩萨庄严功德。啊，经经所云，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正是第四观察门，或兼口念，再兼第二赞叹门。如是观察和赞叹，昼夜相继过云，昼夜思维等等。这一段注解我们有参考资料，在第五页三藏法疏里面记录下来的啊，出无量寿经论啊，
第一个礼拜门，为修净土之人清净身业，面对阿弥陀如来一心翘起恭敬礼拜，愿生彼国使名礼拜门。对佛的真诚恭敬啊，怎样表现出来呢？在礼拜啊，身礼佛，口赞佛，称念就是赞佛，发愿求生，相续不断啊，这是修净土的功课啊。那么礼拜一定会供养佛像，供佛像非常重要，是我们心念集中的出所，佛像要慎重去选择，选择一尊佛像之后，希望这一生都不改变啊！我天天看他，天天想他，要把他看作真佛来看待啊！到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跟你天天所看到的像是一模一样的啊！要知道佛没有像，佛的像怎么现的？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楞严经》上说的，众生想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啊。所以我们不管是画的像，是雕塑的像，你天天想他，天天看他，哎，到临命终他真的来了，非常亲切啊。如果他来的像跟我们供的像不一样，我们会怀疑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实际上佛像没有真假，哎，就是你心里天天想的样子，他就现前啊。这个对于我们帮助很大。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啊，家里供的是塑像，出去旅行携带不方便，照相啊，那照相就是这个画的这个像的分身，它也能分无量身啊。我们处处都供养，就供养这一尊像啊。我供养一尊是白瓷的，后面我用蓝底啊。这个佛像供养几十年了啊，有三四十年了，这佛像啊，所以非常熟悉，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把这个佛像供起来，我们供照片携带方便啊。每天要礼拜，礼拜是一种运动，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啊，五体投地，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正确啊。你越拜会越欢喜，越拜信心越足啊。所以这个是礼拜门
修净土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啊，什么时候去呢？越快越好。啊，可是我们要听佛的教诲，佛让我们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我们也不推辞。佛现在带我们去，我就跟他去。啊，一切佛作主张，佛为我们安排，我们的心就清净了。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一切顺从佛安排，这就好，比什么都好。第二呢，赞叹门，未修净土之人，清净口业，称赞如来名号功德，光明智相，如舍修行，求生别国，这是赞叹。啊，门是门道，也是方法。你修净土，用什么方法修？啊，我用礼拜，我用赞叹。啊，但是三业都加上清净，这清净两个字是关键。啊，怎么叫清净？我们这部经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修净土清净的三个标准。清净没有染污，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慧能大师开悟，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用五句20个字来描绘自信的样子。第一句就是说，本自清净，那本来清净，何其自信？这是一句问的话，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这个不是妄心。啊，见性就是见到真心，所以叫明心见性。啊，真心就是佛，就见心成佛了。清净心是本有的，我们的心被染污了，被染污不是自性，这个要晓得。被染污的是什么呢？是阿赖耶。阿赖耶被染污了，被什么人染污了？被摩那染污了。啊，摩那是一根，第六是一识，这个根是染污。它的性质就是染污。啊，头一个染污就是认为有一个我。我有没有呢？有。你认为这个身是我，错了。啊，什么是我呢？见了性的人就知道了。把真正我找到了，我是真心，我就是自信。啊，见性，那真的，宗门所谓，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啊，你把它找来了，本来面目就是佛。啊，所以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说千真万确，真的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大乘经教佛常说，一念不绝，二有无明，对，一念不绝，不绝就叫无明。明是觉，明是真心起作用，不绝是妄心，是什么呢？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一切虚妄的来源根本。啊，那么这一念不绝呢，下面跟着念念都不绝，这就麻烦了。啊，念念不绝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摩那转识，七种转识。第一种什么呢？第二种意识，往后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那识，简单的讲呢，就是感受。那前五识是对外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接触，啊，意分别，莫那之主。啊，莫那是染污的根源。你看头一个，我见。这是染污的根本，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我是什么意思？佛经里面有很多解释，主要的解释两个，有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这两个意思在我们身心里面都找不到。啊，主宰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自己能做得了主，我希望我年年是吧，行不行啊？不行啊。啊，我们身体科学家告诉我有60兆的细胞，而这个细胞的时候，每一个念头都有新陈代谢。啊，也就是老的细胞啊死了，新的细胞补充了，补充了，每一秒钟都在新陈代谢。我希望它永远不代谢，行不行？办不到啊。这个办不到就是没有主宰啊。主宰这个定义在我们身心念头跟物质的身体里都找不到。啊，第二个自在那更不必说了。我们心里想干什么事情总是困难重重。哪来的自在？
啊，我不希望有烦恼，烦恼绕着围绕着我。啊，希望得清净，清净永远得不到。啊，不能不随顺环境。啊，佛教我们随缘，没有自在，做不了主。啊，那么这个义里头，我们就真正体会到贪嗔痴根本烦恼，他就跟着我这个妄念呢一起来的。你看莫那是四个东西，第一个是我见，认为有个我；第二个呢，我爱。啊，第三个我慢，第四个我痴。啊，慢就是嗔恚，啊，爱就是贪，所以贪嗔痴啊，贪嗔痴是跟我同时发生的。啊，你说你能不贪吗？你要是不贪，最低的标准，你是原教初住菩萨，是别教初地菩萨，才真正没有贪嗔痴啊！啊，别教初地以前，三贤菩萨。别教的是住是心是回向啊，原教初住以前是实地实性为菩萨，从初心到实性，哪有不贪的道理啊？贪嗔痴统统都有啊。啊，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啊，真正断掉了，那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贪嗔痴没有了，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相宗的修学，法相宗，啊，法相为识，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就成功了。啊，转八识成四智，超越十法界了。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直断见思，尘沙无明没断。啊，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断分别无明，真法身就超越十法界了。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这叫法身大士。啊，他们没把持。没八十，他们不迷了，真正就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说他是什么？叫相似即佛，啊，相似也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他还是用阿赖，没转成智，用阿赖，用阿赖耶，用的。最纯、最正，就是他没有用邪，没有用错。那是什么呢？完全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佛所讲的，
他都做到了。所以相似即佛，好像佛，不是真佛。为什么？他不是用真心，用真心就是真佛，用妄心就是假佛，不是真佛。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所以就会想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包括我们生活，一定要学会用真心。用真心呢，我们的生活是佛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佛的行为，叫真学佛了。快啊！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也很快就圆满了。所以要学会，要有这个胆识。不怕上当，不怕吃亏，不怕别人害我，不怕别人骗我，什么都不要在乎，我用真心。知道别人用假心对我，我用真心对他。为什么呢？我要去做佛，他要搞轮回，我们两个走的不是一条路子。搞轮回用妄心，我要到极乐世界我用真心，这个要看呐。迷的人呢，他糊涂啊，他想错了，做错了，他对我们好像有伤害呀。那我们明白了，不糊涂了，他伤害我，我都要接受啊。就好像他本来是个明白人，酒喝醉了，发酒疯，干什么坏事都得要原谅他。为什么？他不正常吗？正常的人要让不正常的，正常的人跟不正常人要打架，你说那就完了。那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吗？那也变成不正常了。所以要学会用真心，用菩提心。真心是什么？经上一再叫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就是真心，菩提是觉悟。就是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菩提心。也就是我们对一切人事用清净心。清净心怎么用？美国修兰博士到我们这来访问，告诉我们那个就是用清净心的方法。他不是学佛的，他不懂佛法。他给人治病用意念。我问他，你治病根据什么理论？什么原理？他就讲了清净心。什么叫清净心呢？把我们心里头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统把它清洗干净，清出去，然后再把善的念头、好的念头也清进去，善与不善统统清出去了，心就清净了。这个我们要知道，不善染污你，善也染污。你看呢，你的善心感的是三善道，恶心感的是三恶道。善心恶心造出六道轮回，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善与不善统统清出去，清净心现前了。
啊，清净心的能量可大了，六道众生什么毛病都能够治好。啊，这个是修兰博士治病所依据的理论。啊，他说出来，我相信，我肯定真的，没错。啊，那比清净心更高一层的平等心要修。平等心没有分别。啊，应该怎么修呢？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个人，阿弥陀佛。我们要把所有一切人事物都看成阿弥陀佛。啊，我们给人打招呼上阿弥陀佛，他真的是阿弥陀佛。啊，决定不是假的，他自己不知道，我知道。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我们生在阿弥陀佛心中，我们生在阿弥陀佛身中，我能不生极乐世界吗？不可能啊，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啊，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个心啊。啊，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善缘恶缘，通通是阿弥陀佛变现。啊，让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成就清净平等觉。啊，这个事情没人能障碍得住我，谁也拦不住你。啊，要真干。啊，要能万缘放下。为什么？全是假的。亿万财产假的。绝对没有一样是真的。待人要厚道。啊，有很多人为富不仁。啊，对下人刻薄。刻薄造成什么？造成怨恨，那个怨恨造成了生生世世的麻烦。啊，给人多一点，让他欢喜。啊，不解我语。啊，刻薄，我们并没有占到便宜。真正占到什么？占到是人家怨恨。你说多麻烦，为什么不叫人家欢喜？啊，身外之物，尤其我们现在明白了，愈施越多啊，不是说施了就没有了，愈施越多。啊，张家大师62年前教我的，啊，教我这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因为我这三样都缺，啊，最缺的是财，命里没有财，啊，寿命短，啊，还好的，就是还有一点聪明智慧，还有能力辨别是非利害，有这个能力。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啊，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年来我们在外面
参加许多活动，发现很多同年的啊，他们身体都不如我啊，什么原因呢？无微不至，他们没有注意到，老师叫我修，我真修啊。啊，才确确实实的，才用没有缺乏过。啊，虽然不多，够用了。啊，要办事需要财，他就来了。啊，确实越是越多，越多越是。啊，千万不要急。急财上道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做人应该大大方方。别人有困难，要诚心诚意帮助他。啊，讲为什么？将来他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啊，培养一个法师成功了，将来这个法师一生修行、讲经说法、度众生，种种功德，我有一份，我成就的，我有一份，那就是我的分身。不吃亏呀，便宜可占大了啊！可惜就是没有人懂，他没有看到，他要看到他会去真干。我们要制造分身，要制造化身啊，越多越好啊，才能够广度有情。啊，理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清净，这前面呢三门都讲清净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啊，清净两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清净心。啊，再提升到平等心。啊，有清净有平等，那个觉就冒出来了。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原理原则真通达了，就应该要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为什么这都叫扎根？根越深越好，越厚越好，根深蒂固。将来发出的力量、能量不可思议啊！一定要到大彻大悟彻悟之后干什么呢？广学为什么？普度众生，众生根性不起，千差万别，你怎么样应付它？你要广学多闻，广学多闻不是现在，
现在光晓得学一辈子，学得很有限。一万年的东西，你要学一万年才能学得好，你哪有那么长寿命？中国累积下来，不要说别的，这部《四库全书》5000年累积的，你能都搞清楚、都搞明白吗？不可能。用什么方法能把它都搞通、都搞明白、都成功呢？我们对这个秘诀知道的太晚了。如果小时候就知道了，就遇到这个善知识来教我们，我们就成功了。我们到晚年才知道。那就是一步进，一门深入，钻到底，钻透了，通了，通到哪里了？所有全通了，好像一个圆球，你从一个地方转，不要搞别的，角度要放好，正，正对中心，挖到圆心，全部明白了，它通从初心，圆心出去，没有到圆心，你是一步，到圆心全通。清净挖有一定的深度，平等更深了，觉就到心了，到圆心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没有一样不通达，你问什么他都知道所以禅宗不准看经典，什么时候看经呢？开悟之后，大彻大悟，你看经。这一部大藏经需要多少时间看完呢？一般讲3个月。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3个月通了。龙树菩萨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离见性，一切法自然通达。这一部经，你看看《坛经》上所说的发达禅师，用了10年的时间，专攻一部《法华经》。到曹溪去见六祖礼拜头没着地三拜头都没着地，六祖看到了，问他，起来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礼拜没头没着地他就说了，他诵《法华经》3000多遍。六祖，《法华经》讲什么？他说不出来。转过头向六祖请教，这个经我没听过。六祖不认识字，当然不看东西，听。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念到第二品。六祖说：“行了，别念了，我全知道了。”你就知道，一部经啊，念一点点，全就知道了，哪有那么麻烦呢？跟他讲《法华经》大意，他开悟了。他能够开悟，是因为有10年
三千多遍的基础，他得定了，入法华三昧，六祖一说，马上就开悟了。他要没有十年的弟子，他开不了悟啊，他怎么可能呢？法华经长啊，虽然只有七卷长卷，一天念一部吧。啊，三千多遍的时候要十年的时间。啊，得法华三昧，没开悟。啊，所以从六祖这个例子，我们就通达了。这一部经，念几句就行了，不要念全部啊。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后头不要讲。那打开经文看看，大概才四分之一。金刚经只有五千多字，才讲一千字的，他就开悟了。你才晓得佛家教学方法之妙，妙到极处啊，无与伦比啊。啊，所以到中国来之后，儒采纳了，道也采纳了。啊，儒家跟道家那些真正的学人，他们下功夫一步，啊，一步进。啊，学医的一部医经，学诗的一部诗经，四库里头随便哪一部你喜欢的，你爱好的，懂不懂没关系，就去读，不必懂你就念，一遍一遍的念，啊，一年到头念，念到十年，自然通。啊，不定是什么缘，一接触的时候豁然大悟，一个道理啊，不一定是经啊。啊，这个宇宙之间一切的一切全是自性流出来的，经也是自性流出来的，经能够帮助我们开悟，什么都能开悟。啊，这个理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我们就相信了，我们走这个路子肯定走得通。啊，特别在这个时代，传统东西丢掉两百年。啊，我的上一代还沾到一点边，啊，传统点边缘，我这一代边都沾不上了，没人教了。那我下一代的时候，我跟上一代比不上。啊，你们跟我学的时候，你怎么能超过我？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秘诀，这个秘方，你用这个秘方，不但你超过我，你超过历代的祖师。我们的社会需要大彻大悟，需要明心见性的老师，佛法才能救我。啊，光是广修多闻没用啊，这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几千年前古人就说这个话了。啊，你念得多，学这个读得多没用啊，你没开悟啊。啊，要开悟才能救这个世界，不开悟救不了啊，
开悟从哪里？从清净平等觉。你不心清净怎么行呢？啊，要清净就得彻底放下。啊，不怕饿死，不怕冻死。啊，不怕人害死，什么都不怕。啊，你才能回到清净心，这才管用啊！啊，那么我们到这个年龄了，生在这个时代，啊，走清净平等就来不及了，那至少得10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打发。把心收回来，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我们搞清净平等觉，到阿弥陀佛那去搞，在此地不搞了。啊，年轻人，啊，30-40岁的人还有指望，40以上难了。我们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40以上不收了，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很难改，习气不容易改。啊，40以上的来旁听，不叫你了。啊，我跟李老师31岁，还可以。这个清净是个关键，我们用清净心礼佛，用清净心念佛，用清净心发大誓愿，啊，这个第二赞他们赞称赞如来名号功德光明智相如舍修行求生彼国，赞他们啊，这个赞叹里头发愿就是求生彼国啊，下面作愿为修净土之人亲近意义发大誓愿如实修行什么他圣母他是梵语啊啊，这里挂五有解释，圣母他华严止为止息散乱之心啊，这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放下，圣母他就是放下啊，下面毗婆舍那就是看破，看破放下了。你不放下了，心就不清净了。这叫真功夫啊！记得很多很多，不是功夫啊！啊，放下是真功夫，看破是真功夫。啊，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又帮助你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到如来地就彻底放下了，彻底看破了，彻底看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彻底放下，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心里没有一丝毫杂念。啊，如实修什么的，真放下，身心世界，
一丝毫不染着。啊，像我们看电视，啊，你面对对着电视，你看它，啊，它里面很多人事物也显示有金银财宝，你想不想要它的？不想，为什么？拿不到，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现实的世界的时候，你能都把它看成是电视的画面，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它生灭的速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根本就不存在嘛。啊，普朗克研究的结论，总结。啊，整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他说的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可以看，可以听，啊，六根可以接触它，你别打妄想。什么妄想？我想拥有它，我想得到它，这就是妄想，这就造业了。啊，什么没有造业？念头造业了，意造业了。啊，意造业，身跟口就连带造业。啊，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换一句话，佛教给我别当真，这就是真实教诲。啊，帮助众生是随缘，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不要攀缘，随缘。随缘不造业，攀缘造业。但没有这缘，我要制造个缘，制造缘造业。啊，随缘消旧业。啊，攀缘就有灾难。啊，所以要放得干干净净。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表法，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表法。啊，放得干干净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啊。这实质上呢是心上放下，不是事上。事上没关系，事事无碍呀，理事无碍呀。所以他那个表演，那是教学，教学的方法啊，让人看到了，有所启示。啊，有所感触，然后再深一步，有所觉悟，全是手段，手段用得非常高明。啊，我们不能不佩服。但有人怀疑啊，成佛，成佛怎么这么可怜？啊，连个意识都完全。
难道佛在经上说的成佛，佛都是住的，都是宫殿、楼阁啊，坐的椅子是七宝啊，装饰的。那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佛就叫他看真。啊，佛在那里盘腿坐在那，把两个腿松下来，脚趾按到地下，整个大地变成琉璃。啊，看到佛坐在金刚宝座上。啊，这是什么？十宝图。十宝图在哪里？佛所享受的是十宝图，给你看到的是同居图。十宝图我们肉眼看不见，佛用神通显现出来让你看一看，你相信吗？你不再怀疑了。啊，那个十宝图是不真的了，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是相，就是虚妄。啊，什么是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是大光明藏。啊，有没有物质？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有没有念头？没有。啊，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有没有自然现象？没有。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所以成佛证得究竟妙觉果位是什么境界？常寂光。常永恒不变。即清净即灭，光明遍照。啊，在哪里呢？一切处，一切时，无不在呀。就在当下了，我们在佛的常寂光当中啊，没有离开常寂光啊。啊，我们的常寂光跟如来的常寂光是融合在一起啊。我们就是没发光啊，等于是灯一样，十几盏灯，我们的灯没有暗下去，灯里头没有我们的光，但是光里头有我们，我们身是灯，有我们的，我们这个灯没有点亮，所以佛眼睛看到我们，他是一盏灯，你也是一盏灯，他的灯亮，你的灯黑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本来是灯嘛，个个都是一样的吧，我是灯，你也是灯嘛，我们把灯换成佛。啊，我是佛，你也是佛，确实是一样的。啊，你现在在迷嘛，我在觉嘛，觉就放光嘛，迷就黑暗嘛。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你什么时候放光了？光光融在一起啊，所以智慧能量啊，才艺相好啊等等，一切诸佛都相同，那都是光，都在光里头，光光护照，完全相同啊。妙觉果位就是融入常寂光，究竟圆满，究竟圆满，真是一体，怎么分你都分割不了，光跟光融在一起，一片光明。啊，从哪里下手？要从奢摩他下手。啊，奢摩他就是放下。
开始从放下下手啊，求生必果。我们今天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是成佛最快的一条道路，没有比这更快的。啊，我们走上来接近，走上接近还不肯放下，这个路你未必能到达。啊，为什么呢？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可能有变化，如果真的彻底放下了，最后一口气没有变化，你决定生净土。为什么？心净则佛土净，要记住这句话啊，清净平等就摆在经体上。清净心是佛，平等心是佛，觉是佛啊，这是因的果报呢，是经体上半段，大乘是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大乘无量寿是德啊，庄严是相好，智慧德相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啊，真心平等，自信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我们也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点，别人不如我，这个念头造业啊，这个比较分别比较是烦恼习气，假的不是真的，但是这个东西会障碍你往生啊，赶快把它放下啊，与一切人千万记住，绝不结怨仇啊，一定要想到对方是一尊佛，如果你修净土，更亲切地告诉你，那个人是阿弥陀佛，我对他恭敬都来不及了，怎么敢疏忽再看第四呢，观察门，未修净土之人，用观观察三桩事情啊。这三桩事情，第一桩，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这往生论里头的天亲菩萨的十七种庄严。啊，我们在前面都学过啊，这十七种庄严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这个生活环境、修学环境不能不去，极乐世界如其说它是个故土，我们往往呢把意思错会了，以为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应该说什么呢？彼佛道场，极乐世界是道场，不能叫故土，那故土里头有国王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总统啊，没有上帝，极乐世界没有士农工商，
啊，没有这种各行各业，没有。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这些菩萨，通通都是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往生的。极乐世界没有土著，他这个世界见证之后，都是外面去往生的，啊，诸佛如来介绍去的，啊，这里都没土著，啊，所以用道场啊，比佛道场啊，我们更容易接受，让你体会功德庄严呐，不可思议啊！庄严在哪里？六尘说法，你在极乐世界想不成就也不可能啊！不管你到哪里，你眼看的是说法，耳听的是说法，鼻闻的说法啊，六尘全说法啊，说什么法？你学哪个法门，他就跟你说哪个法，让你日夜熏修，没有一个不大彻大悟。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法门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会有无量法门。啊，因为这个念佛法门不一定是喜欢的，我还喜欢华严，到极乐世界听的全是华严。啊，喜欢法华，到极乐世界你所接触的通通是法华，妙不可言。啊，无量法门在极乐世界通通展现出来。啊，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建立的佛教大学，什么科系都有。啊，喜欢学什么到那里都满你的愿。啊，阿弥陀佛亲自教你，那么多人个个都亲自教，对，阿弥陀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每个身都在盯着教你。啊，你是阿弥陀佛亲自传的。你说这条能不去吗？啊，你要真正知道的时候，你不想往吗？没这个道理啊。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佛法摔到基础了，啊，任何一门我们都知道，都要断烦恼。啊，都得要苦修。唯独这个法门，待业往生。啊，只要你一句佛号，把烦恼扶住，让清净心出现，就成功了。啊，扶烦恼我们做得到啊，断烦恼我们没有把握，断不了。烦恼习气真的是太重。啊，就观察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故土功德庄严。那么第二呢，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观察老师。这个老师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全知全能，一点不假啊。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成就跟老师完全相同啊，决定不会给老师损失啊。老师还比我强一点，没这个道理。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啊，要证得圆满的自信。啊，圆满是真平等，不圆满就不平等，圆满就平等了。啊，那么第三，观察比菩萨功德庄严，观察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品类不齐，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最低的有无间地狱。啊，差别太大了。我们是从十法界的人法界去往生的，啊，但是到极乐世界一切受用完全平等，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里头有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只要是往生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所说的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这叫阿惟越智。啊，也就是说都像慧能这个级别。啊，慧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观。啊，就是看破。啊，看破是什么意思呢？彻底了解真相。这叫看破了。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一些量子力学家像普朗克这些人把宇宙之间物质现象看破了，那么现在我们在等待，我相信10年20年啊，精神现象呢会看破啊，50年我相信自然现象会被看破，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家把它证实了。啊，这个是佛在大乘经上说过的，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它所缘的境界非常广大，与60相应的51个心所，啊，佛说他对外能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能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那么三细相第一个境界相被他揭穿了，啊，相信下面转向，啊，跟业相也会被他发现。啊，这样就佛法变成高等科学了，啊，不再是宗教了。啊，那么人们反对这佛法，宗教的佛法他可以反对，科学的佛法了，他大概没有办法再反对了。啊，科学家证实了。看破，求生彼国，这叫观察门。下面第五，回向门，为修净土之人观察一切世间苦恼众生。
愿同生彼国土。啊，念佛人要有这个心量，我自己同生极乐世界，这个人跟我有怨，我不喜欢他，最好他别去。如果有这个念头啊，极乐世界去不了。那为什么呢？你不是菩提心，菩提心是大慈悲心啊，你不能慈悲啊，这个人害过我，伤害过我，这个人给我有仇，我怎么可以让他到极乐世界去？那你们两个冤冤相报，在六道轮回去不了啊，要把那些冤仇一笔勾销，若无其事啊，我们同一个自信，我们现在同时阿弥陀佛弟子，我们两个要吵架，阿弥陀佛会把我们两个开除掉啊，所以决定不可以啊。啊，要所有自己功德善根，谢意回向一切众生，共证无上觉。这回向门啊。啊，把自己的功德善根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我天天回想，我那里供的很多牌位，很多人是陷害我的，啊，诽谤我的，陷害我的，障碍我的，我都跟他供牌位。啊，有对我有恩德的报恩的，啊，冤亲债主供牌位的时候不是抱怨。啊，是希望阿弥陀佛加持他们，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回头。啊，大家念佛同生极乐国，冤亲平等啊！啊，这就是修行功夫，没有怨恨。啊，下面是从佛学大辞典揭露的，是净土论所说的。啊，净土论是天亲菩萨。啊，其实跟上面揭露的不一样，我们也把它念一念。啊，念阿弥陀佛五种之门。第一个礼拜门，以身业；二向阿弥陀佛之形象礼拜也，这说得很清楚，很白。啊，第二呢，赞叹门，以口业而称阿弥陀佛之名号。啊，称名是赞叹，称名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把阿弥陀佛名号传递给别人啊，他就是不信佛，他听进去了，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将来来生后世遇到缘，他相信我们给他下种子啊。第三，作愿门，一心愿生于彼国啊，要真心，绝不贪恋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你的亲朋好友应该劝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极乐世界无量寿，真的永远在一起。啊，这个世界，一个轮回，彼此都忘掉了，见面都不相识了。啊，第四，观察门，以智慧而观察土，十七种庄严，佛八种功德。菩萨四种功德，啊，这就是往生论上所说的。这边揭露的，值得参考的是后面这一段：无回向门，愿以极致功德回施于一切众生，彼此皆成佛也。中国古人呢，有说，说的是真话。我们不但要记住，要奉行，对自己有大利益。啊，这个话就是量大福大。你有多大的福，你是有多大的量。啊，量是因，福是果报。啊，量小，福就小；量大，福就大。阿弥陀佛的福最大，为什么？遍法界虚空界，一个众生都不漏，我都要帮助。啊，你不接受，他慢慢等。啊，什么时候接受，什么时候帮助你，绝不舍弃。这个要学。啊，我们要求福、求慧，福慧双修，福从这来的。啊，虽然是福。这个佛要帮助你开智慧，啊，心量小的人智慧也小，心量大的人智慧也大。心量太重要了，门为出入之意，前面四门为入于安乐净土之门。从礼拜到法院生净土啊，啊，后面这一门呢是出利他教化之门呐，啊，回向是利他教化之门，我们自己有的不独享。让一切众生通通来向着佛，这就对了。啊，净土论语，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行成就。啊，这个无念门修成了，彼今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啊，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五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天亲菩萨修净土的扩诵，早晚扩诵，以这个方法修决定成就，他已经成就啊，所以我们也决定会成就。啊，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到此地。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智心归一。啊，智心是一心，是真诚心。啊，真诚心，真的回头，我依靠他了。就依靠啊，这一部经，就依靠啊，这一个注解。我们发愿，做夏莲居老居士的好学生，做黄念祖老居士的好学生。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导师，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经本带着。啊，时时刻刻，无论翻到什么地方，看一句，看一段。不定什么时候开悟了啊，触动的很难讲，豁然大彻大悟啊，不要离开身体，顶礼供养，供养是依教修行的供养，供养当中的第一供养，真供养。啊，智心皈依，顶礼供养是第一礼拜门。论云：云何礼拜？深夜礼拜阿弥陀佛。啊，阿弥陀如来，应真遍知。这是如来十号啊，未生彼国一国，我心里想着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皈依就是皈命啊，皈命的意思比皈依意思要深啊，但是可以通。往生论注里面说，故知皈命即是礼拜，然礼拜呢，但是恭敬，不必皈命。皈命里面决定含着有礼拜，礼拜未必是皈命，这样皈命别是礼拜，若以此推呀，皈命为重啊。经经云：皈依顶礼，复是智心，智心真诚到基础啊。那么又兼供养，迷信精诚到极点，到基础。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一切法供养中，又以儒教修行供养为第一。啊，佛怎么教我，我就怎么做，这叫真供养。这叫第一供养啊。那么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以及在往生正因里面教给我们的，修十善业，十善业讲得很清楚啊。又给我们讲无念门，天亲菩萨给我们做榜样。依教奉行呢，都是属于真供养。那么在外对外，弘护。建筑这是真实的大供养。我们真供养的要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碰养的机遇到的机缘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别人没遇到我们所遇到的是佛法灭念，存亡极绝的边缘。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把佛法救起来，把佛法传下去，这个功德超过任何历代祖师，这真的不是假的。祖师没有遇到这个缘，遇到缘他会修，我们遇到有这个缘，要真正发心，舍弃生命无所谓呀。我为护持正法而死，值得。死了，决定到极乐世界，值得。怎么知道？我们发心佛菩萨加持呢，他助缘现前。如果没有助缘现前，做不成功。你虽然有心，力不足，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帮助啊。今天我们遇到缘了，斯里兰卡的总统缘，佛教的缘，马来西亚的纳吉首相是全球宗教的缘。他们肯发心护持，缘成熟了。我们相信的缘不是偶然的，众神的愿望，三宝的加持，否则哪有这么殊胜。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妙果，果报太妙了，往生楞严。经文念一念：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彼佛国土。啊，偈里头说往生乐园。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心成就，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啊，这文刚才我们读过，妙音感过。是故临命终时，蒙佛本愿加为，加是加持，为是为神，慈悲加佑，啊，又是保佑，令心不乱。这段文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小本弥陀经说的一心不乱，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是一心息念，不一样。啊，一心息念是世尊原来的意思。啊，罗什大师把它翻成不乱，它是意义，不是旨意。啊，玄奘大师是旨意，完全照经文。啊，但是罗什大师的意思好。啊，但是一心不乱难呐，不是一般人能修到的。啊，事一心，理一心，乃至于功夫成片，都不是普通人。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往生不容易啊！啊，罗什大师翻成一心，他有他的道理，不是随便说。我们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啊，换一句话说，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就叫功夫成片。这个我们做得到啊，我们真放下。啊，这个境界在临命终时，佛来接引，先放光，放光加持你，佛光一照，你的功夫提升一级。啊，功夫刚刚成片，这一点点，马上就提升到一心。所以他说一心不乱不是假的，啊，是阿弥陀佛在临终时候加持你，把你提升了。啊，那如果我们念到真正上品功夫成片，佛一加持就是四一心不乱，念到四一心不乱，临命终时佛光加持就到理一心不乱。啊，经里面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啊，所以佛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了。所以你往生的时候没有一丝毫恐怖，啊，惊慌恐怖这个现象没有，平平安安，若无其事。啊，说不惊不惊慌失措，不怖呢，不微不恐惧，没有这个。啊，不颠倒，心不错乱。啊，
一佛就心里想佛的这个正念依然现前啊，我想佛，佛真来了啊，天天看他的相，现在真的来了，感到无比的亲切欢喜安慰也啊，欢欢喜喜跟佛去了，这往生了 啊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啊，在这个经上没有看到临终见佛，但既得往生，则佛必然来也啊，这是佛的本愿啊。那我们也许会想，在这个法界虚空法界里头，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际，太多太多了，每一个佛世界佛都在那里介绍极乐世界告诉大家，所以每一个世界发愿往生净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啊！这十方世界每一天到极乐世界的人人潮啊，太多了，阿弥陀佛能忙得过来吗？我们都替他着急啊！这个妄想是多余的啊！为什么？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啊！每一个往生的人，一个分身去接引他。阿弥陀佛的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啊，还在那里讲经说法。分身去了啊，那么到极乐世界，你看阿弥陀佛有个本事啊，分身去接引往生的人。哎，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也有这么大的能量，也能够分身无量无边啊。我们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啊，拜佛供养修佛，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啊，你就晓得极乐世界的学习环境不可思议啊。什么时候你有能量同时让一切诸佛都教你，你没有障碍，只有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天所学的、所修所学的功德智慧，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做不到。这地方能不虚吗？你的缘太殊胜了，你这一生怎么会遇到真正是宇宙之间第一等的好事被你碰上了，你太幸运了。啊，是什么功德最大？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最大，在这个世界造无量无边的福报，都是小福，念佛第一大。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帮助这个世界，
建佛教大学、建宗教大学，功德大不大？小，跟念佛比较太小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拯救一个地球的，在地球上是第一等大事，在整个太虚空里的小事一桩。地球在太空当中很小个星球，不大。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这一生遇到时，我们用这个来报方恩。啊，我们建学校，啊，帮助培养弘法人才，报方恩呢。啊，第一等的功德，最大的功德，无与伦比的功德，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要相信佛。决定来接引，啊，为什么？若无佛引，则凡夫自力不能往生。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佛一定会来接引你。我们对佛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真念佛人呐。啊，报佛恩第一桩重要的大事就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介绍是给别人越多越好。啊，那么诸位，你有没有想到我今天在这里做介绍，几个人听啊？啊，网络里头播放的，那多少人听啊？啊，卫星里面都播放的，听的人更多。啊，这些帮助传递的无量功德，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于是乎你就知道了。今天很多企业老板想做好事，啊，有人有钱盖个大庙，塑一个大的佛像，哎呦，几百米高。几十米，几百米，几十米高啊，佛报大不大？小。这个传播的佛报大了，你要真搞清楚了啊。现在建立一个网络卫星成本很低 啊，不要干别的，你就专门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24小时 不中断，你把它播出去，多少人跟着你念佛，你就成就多少人次，这个佛报多大啊。讲经是把事理讲清楚讲明白，让人家对经宗丝毫怀疑没有，发真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正的福报，无与伦比的福报。啊，我们今天有这种机缘。啊，来生要不往生，那个福报可就太大了。啊，但是这个福报不能想，想就吃亏了。一定要做佛去，做佛证得究竟圆满，那才是真正的第一等福报。啊，到天上去做天王，
小福报啊，做转轮圣王也不值得一提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要去贪小利，我们要得大利啊。住在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老家，分身到一切刹土度众生啊，真身感恩弥陀的恩，永远在阿弥陀佛身边。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